就大家都说这个啊，每个行业都很卷，很卷。啊，我觉得卷的时候呢，我们更要思索一下，大家就是有个很深刻的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和竞争，我们和对手，我们能够提供给大家的东西有什么是不一样的？就我觉得大家每天都要多问自己一下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说一个客户啊，他找你拍全景，你给他推荐了一个平台的普通的定点的全景漫游方案，然后你的竞争对手哎也推荐是这个方案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很多朋友就是讲啊，这个时候只能是大家去 PK 价格啊 ，PK 关系啊。但是话，这些的话，在过去的这个商业中是没问题的啊。但是你随着这个卷的话，我们另外一个层面，我们就要从这个技术层面去。那从技术层面的话，就是我们把这些功能性的东西，我们先给它做强。那这些东西也是符合客户需求的啊，客户需要看，客户的领导也。